有开声音吗？好，我们来讨论这个粘性流体，就是我们上次看这个15:16，15:16是就是我们考虑说呢，你看这个式子，它有两个现象学上面的常数，这个 zeta 跟 eta。那这个 zeta 和 eta 呢，它首先它是不依赖，它不会因为你是 x 和 y 还是 z 呢这三个方向而有所不同。那如果它有这个，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流体呢，它的或者我们大部分通常流体都是各相同性的，就是它不会因为你的方向而有所不同。那这件事情你考虑一下弹性力学，弹性力学其实跟流体力学都非常类似，都有这个 stress tensor。那这个 stress tensor 在弹性力学里面，如果你受到一个外加的那个作用的话，那可能它会破坏它的对称性的。弹性力学里面比较经常会有这种 stress tensor，它在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性质的这种行为。但是呢，在流体里面，通常流体都是各相同性的。那有非常非常少的流体，我找到一些非常稀少的资料，就是说，他说液晶很有可能是就是各相异性的，就是它不同方向你去测它的粘度呢，会有所不同。那这个是非常少的情形，因为你知道液晶它是残型的分子，那大部分当里面的残型分子它大部分都呈现某一个一样的方向的时候，那就形成液晶的其中一种像哦。那液晶它会有相变了。那它如果是在大部分残型分子在同一个方向走向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在那一个方向的粘性跟其他方向的粘性会有显然的不同哦。那我们在目前都不会谈论这件事情。那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所谓的非牛顿流体哦。非牛顿流体它是你的，因为牛顿流体就或者你可以说是线性流体，就是说你通常呢你的，你的力就是你粘性产生的力呢，或者摩擦力呢，它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速度的梯度就是速度，就是你这一层的速度呢，跟下一层的速度呢，变化了多快哦，而且是正比的关系。那你很容易的，你就可以想说要怎么 generalize 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把它写成它正比于某个幂级数哦，就是我们之前谈论过的，你假说你的摩擦力呢是正比于 eta，然后 dv，那我们现在只考虑 z 方向了。哦，所以说它就会只跟 dv 有关，这个是摩擦力的大小。那如果说你可以继续把它写下去，写成 eta 2，然后平方加一直加下去，写成幂级数的形式。那或者说你取几个项之后做一个经验的公式，那这种东西呢，它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那它就有可能是非牛顿流体。那兰道这边 argue 的呢，它是去刚 argue 说什么去找出呢？你最 general 的的线性流体的一个形式是怎么样子？那它实际上是有两个常数，一个是 eta，一个是 eta，一个是 theta。那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会考虑说，那个 theta 它消失，因为呢，如果我们考虑不可压缩流的话，你会看这15:16呢，右边的这个 divergence 这个形式。divergence 就会是零，所以说呢，唯一含有 zeta 的项呢，就是15:16最右边这个含有 divergence 的项，它会变成零。那所以说 zeta 它就不会去影响你的方程式的形式。那最后呢，它就会变成15:7。那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最经常看到的那个，不可压缩流体的Navier-Stokes equation。哦，那对于可压缩流体，我们也有 Navier-Stokes equation，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不经由任何的测量呢，去得出 zeta 跟 eta 的值，而且呢，你还要考虑 zeta 本身的大小哦的。那这个 zeta 跟 eta 有没有名字呢？我不太确定诶。这两个系数呢，通常称为粘性系数。那我不确定说这两个有没有不同的名字啦。那无论如何，它们就只是一个常数而已。那我们考虑呢？之前我们谈到的，你的力应该是正比于那个速度的梯度嘛。所以说，速度力是力的力就是力的那个因次就是速度除以时间哦。那它会正比于 eta 哦，它的因次应该会等于 eta，然后是速度除以位置 l。那你把 v 消掉，
v 消掉，那你就会发现 eta 的因次呢，应该要是，l 除以 t，l 除以 t 是什么？一样是速度的因次嘛？我这边有没有想错？应该没有错，就是说速度随着，那这边也是速度。好，我稍写一个，它有一个 m 嘛，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它是 nv，它是 nv 的因次，那 nv 的因次就是动量的因次哦，那个比较。对，它其实是动量的因次。然后呢，他说我们现在如果可以把 rho 除到右边的时候呢，那通常我们会把nu 定义为 eta 除以 rho 呢，叫做什么？他给一个 dynamic viscosity。那这个 dynamic viscosity 哦，是 eta，它定义 eta 为 dynamic 的 viscosity。那然后这是什么叫除以 rho 之后叫 kinetic 动力学？一个是。哎，这两个很，一个是这两个很难翻哦。Dynamic 是和 kinematic，和中文经常的翻成类似的东西，因为你 kinetic energy 就是动能嘛。那 dynamic energy，那这个中文都会翻成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反正英文上就是不一样。那单代，那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去，我也不太确定。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要怎么去 argue 说最一般的 stress tensor 应该是怎么样哦，stress tensor 怎么样？那他首先呢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呢，如果我们希望有个 stress tensor 的话呢，那他写成在三维空间里面就写成三次方的矩阵，那他应该要满足应该要满足它是一个对称矩阵，也就是说呢，它做了转置之后会是跟原本的矩阵是一样的哦。那如何去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这件事情？我也不确定诶，他是考虑这个矩阵的对称性。那它的对称性应该是来自于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对称性呢？总不能说是因为比较好看，就会有对称性吧？但是。他有没有写说，为什么会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考虑说它是一个对称性呢？好像没有。但是虽然我这个地方还看不出来它为什么要对称，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 argue 这件事情。就是呢，我们考虑一个旋转水桶啊，旋转水桶它通常会发生什么事情？旋转水桶的话，它如果产生一个稳流的话，那它，如果假设那个旋转水桶里面没有乱流，然后那个水呢都跟着那个气壁在旋转，那通常水面会凹下去嘛。然后如果呢你现在站在水的正中心，然后你跟着那个水桶一起做自转的话呢，你会觉得那个水桶呢完全它是受到一个等效的重力，往下压，所以，应该说等效的离心力啊，就是你如果在转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等效力，那这个是假想力，我们会把它叫离心力。那它跟向下的重力做一个。合力就得到一个等效重力，那这个等效重力呢，会造成那个水桶的凹陷，水桶里面的水的凹陷。那这件事情呢，在你的这个坐标系之下呢，应该是没有任何力的。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把 omega cross r 的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考虑一个在跟水桶本身没有任何的相对运动的稳流的那个旋转的情形，它的。v 和 r 的关系是应该是那个 v 等于 omega cross r，这边 omega 是朝向 z 轴哦，就是你水平面都是 s y 轴，你 omega 是朝向 z 轴的某一个 constant vector 哦。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如果你的那个 v 是，如果你的stress energy，你的 stress tensor 呢，可以写成像这样对称的形式，那你把 omega 叉 r 带进去会是怎么样？那就说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对称？就是说呢，你现在它首先应该是 v 的导数哦，v 的导数。所以说，你现在 sigma ij 应该要等于 partial vi，partial 什么东西 xj，以及 partial vj，这样才会是对称。你现在把 ij 做交换，它才会是对称。好，那我们现在假设呢，现在 v 等于 omega。叉 r，那你现在 r 呢，就是以这个水桶
的这个水平面，就是这边是凹下去，可是你不是也凹下去那边的平面，你是以最一开始这边的平面还没凹下去之前那个地方作为平面。那你在那边加了坐标之后呢，那 v 等于这个。那我们现在把它带到 sigma 进去，看看它会不会，因为它就等于平衡状态。那平衡状态的话就不会有那个 sigma 的情形哦，不会有 sigma 的情形。那理论上它带进去的时候应该是零。那我们就做其中一个分量好了。那这个 omega 叉 r 的话呢，它三个分量分别是什么呢？那第一个分量就是 omega 二 r 三嘛，所以 r 三就是 x 三，然后减掉。交换，那么就是 omega 三乘 x two，然后那接着它有三个分量。那现在我们把它带到 sigma i 进去，那我们就直接带到 sigma 一二，看看会不会是怎么样。啊，sigma 一二是什么？partial v 一 partial x 二，然后减掉 partial v 二 partial x 一。那这个东西如果把 v 带进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那首先呢，我们先把 partial v 是这个嘛，然后对 x 二去做微分，那 x 三就不见了，那只剩下这个，那所以它就剩下负的 x 三。好，再者呢，对 v 二去做，v 二的话呢，它就是 partial omega 嘛，三 x 一减掉 omega 一。x 三，那注意到它是对一去做偏微分，所以说呢，这个一去对偏微分的话，它就是正的 omega 三。哦，那它就消掉了。那同理呢，对任何 sigma 二三啊，就是 i 不等于 g 的时候，它都会一样。那我们现在就只要考虑对角线的情形哦。那对角线的情形呢，我们假设对角线的情形是 sigma 一一啊，我们看看 sigma 一一会不会是零。sigma 一一，那 sigma 一一的话是什么？partial v 1，是加，我写错了。然后同理，哦，那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它只要做一个就好了。它这两个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应该会出现2倍的这个。那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它根本就跟第一个你那个这个东西跟 x one 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它当然也是零，那就符合我们的马特水桶的这个直觉。那这个完全是根据我们的常识去想，会发生这件事情。哦，那理论上牛顿力学的话，它应该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稳流，那虽然我们并没有证明存在性，那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稳流，跟水桶完全没有任何的相对作用，每个粒子。跟水桶完全没有任何相对作用的这个稳流的话呢，那理论上马赫水桶的这个想法应该是对的。那就可以跟我们 argue 说呢，这个我们的 sigma 形式应该要长这个样子。就是说呢，最一般的 sigma 形式要是应该是像这个样。首先根据跟首先我们先根据刚才的 argument，我们说呢 sigma 应该要这个 sigma pi 是。原本的 sigma 哦，加上一个修正项哦，加上一个修正项。原本的 sigma 是这个，那这个东西又是等于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导过了，那之前导的是什么？那这个应该是跟 pressure 有关的东西哦。哦，这边有一个 pressure，所以说你现在新的没有 sigma pi 的是旧的那个 stress tensor，那你加上了一个修正项，这个 sigma prime 呢，是来自于粘性产生的力。那你到时候呢，就跟我们之前所做的一样，你就对它做偏微分呢，你就可以得到说，粘性产生的力哦。你对 stress energy 做三个方向做偏微分，因为你 sigma prime 呢是三乘三的。接着呢，你就对它做 partial 一 partial 二，就是对它做内积哦，这个东西对它做内积。那你就可以得到一样是三个数字啊，三个数字呢分别代表三个方向的力啊，三个方向的力。那我们就定义呢，这个 sigma pi 是它的修正项，并且 sigma 呢会等于这个鬼东西，负 p 加的 i k 减这个，那你会发现这个就是这个嘛。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哦，就是比较左边和右边，所以说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哦，这两个都是一样的，然后所以。消掉之后就得到15只了。那这个地方只是
真正的重点只不过是在于说呢，你如何去定义一个 stress energy 的修正项而已。那你现在把这个带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包含我们刚才做的对称项的情形，接着我们还少考虑了一个情形，就是呢，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组对小线的，在组对小线的情形。那组对小线的情形，我们考虑说呢，哎，v 对自己。对自己的变数就是 v one 对 x one v two 对 x two v 三对 x 三。那根据 x y z 的对称性呢，这三个项呢都要在同一个项里面哦。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一倍的 partial v one partial x one，然后两倍的 partial v two partial x two。那这件事情会破坏三个方向的对称性，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有对象各项同性的这个式子，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 sigma pi 呢写成，写成像它这种 a 和 b 的形式。那它在这边呢，因为某些原因，它说呢，我们现在呢可以把 a 和 b 重新定义，现在把 a 呢定义为 eta，然后呢把 b 呢定义为 zeta 减三分之二，zeta 减三分之二，那你把它做化简之后呢，sigma pi 呢就会是15/3。那呢，他说呢，根据我们后面会谈到的一些那。他说是在16节和49节，16节呢，他是告诉我们说呢是怎么样。他说粘性力应该要造成能量的耗散，那粘性力不会造成，会造成整体流的能量的耗散，而不会造成整体能量的增加，这是根据我们的常识来决定的。所以说，如果呢粘性力只会造成能量整体的损失哦，变成热能的损失的话呢，那16节呢就可以提出，就可以得到呢，eta 是大于零哦。那这个我们以后再讲。那再者呢，49节虽然我不会讲，但是他有做，他应该有做一些 argument 说呢，这两个都是零哦。49节虽然他没有讲，然后呢，你现在呢就把你我们刚才的 stress energy 的形式哦带回原本的Euler's equation，这个东西是 Euler's equation 嘛？那你会发现呢，stress energy tensor 它里面呢原本就有 P 了，所以说P 是跑出来变这个。那接着呢，我们刚才 argue 的是东西呢是什么？是这一串哦，这一串。那你注意到呢，原本我们的 stress tensor 里面呢就含有这个 low vivk 的这个形式。那你对它做偏微分之后，对它做偏微分，就是你要对位置做偏微分。那你对速度的话，应该没什么。对，因为你现在只是在谈论如何去流出来，所以我们来考虑说这个哈，我们先看这个 eta 的右边这个东西，右边这三串东西就是来自于这个，再者 zeta 呢，右边这个东西是来自于这个，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全部的得到的项然后呢，这一整个东西呢就可以那就我猜想对不对？那左边是 low vt 嘛，然后。就是你是考虑整个东西的那个，就是你把那个 stress energy tensor 呢带到连续方程式里面，那这个 low partial vi partial t 是来自于动量的变化，那右边这个是来自于你那个 sigma 呢，它有两个 v 的乘积的这个项哦，这个项你把它移到左边，那右边的这个东西呢就全部的来自于粘性。哦，全部来自于粘性，所以说你就立刻得到了一个修正后的 Euler's equation，或者说呢，现在最广义的形式的 Navier-Stokes equation，就是15/5的形式。好，那有了15/5的形式，你就直接把你的 stress energy 呢带到我们的这个，那你对它对每一个东西去做偏微分，就得到每一个分量的力。好，你化简之后呢，就立刻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的15/6的形式。那这个是最广义的情形。那这个的时候呢，15/6可以说是相当的困难，因为后面还会再出现这个 gradient divergence v 的情形。但是呢，对于空气动力学来说呢，这件事情是没办法被忽略的，因为空气它的密度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哦。那所以说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忽略的。所以对于考虑空气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使用15/6来决定。但是呢，空气这种东西你会想象它的粘性可能没有像水那么明显。所以它的常数呢可能会比较小一点，我猜的啦，但是我不确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给我们一个表，它说呢水它的eta 是0.01，然后酒精0.018，跟水几乎差不多。那
glycerin 应该是甘油，是甘油是相当黏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但是我不确定甘油，你知道甘油看起来是黏的，可是它基本上还是线性流体，所以它是比水还要黏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那 mercury 是水银哦，水银，那你会发现水银真的很像水，它平常流的方法也很像水。但是呢，水银这种东西它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就是你通常水是怎么样？水呢，它你放在柜子里的话，那水它应该会产生这样。但是因为呢，它的气壁呢会把这个水吸上去，但是呢，那 mercury 它的内聚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它的内聚力呢会让那个水银它是产生这个样子的形式哦。它的旁边那个把气壁把它吸上去的力呢，相较一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那 mercury 它的一个特色是它的相对于来说它的密度非常的大哦，密度非常大，所以它粘性会长成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也不能非常容易的知道哦。那有没有这两种粘性差非常多的呢？没有，但是我们看一下，空气，真的空气它的粘性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好，那差不多我们这一章就这样讲完，今天到这里吧。